终于做完了。学姐，你下班了还不走，在干嘛？隔壁百货公司在周年庆，哎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周年庆这么麻烦干嘛？还要去人挤人的？你看我早就已经货比三家，我找到这个购物网站，它更便宜耶。学姐，可是这个看起来很像是那种一页式的购物广告，好像不是很好哎。怎么会？这个不可能会骗人啦！你看，有这么多的名人推荐，而且它价格很低廉，重点是它有7天的鉴赏期，而且如果开箱的话，还可以保证退货啊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那学姐，你有看一下它的评价吗？有啊有啊，你看，完全零负评，而且都是5星好评哎。怎么可能啊？感觉就怪怪的。学姐，我跟你说。之前我隔壁邻居的婆婆啊，她也是在网络上订了一大箱的保健食品，说很便宜啊，结果送来根本就不是原本要买的东西，然后打电话回去说要退货，根本就没有人要接电话啊。啊，是这样哦。可是这个我刚刚点了10万元的购物，结果只要9990元呢。哎呦，不买真的太可惜了啦！啊，不行啦，9990块是钱啊，万一被骗怎么办？如果真的被骗的话，哎呀，那再说啦。啊，什么再说？你这样真的不行啊！我们来看看影片你就知道了，请看。全宇宙最珍贵的宝藏——盖亚脚丫，这个神奇的雕像看似只是一个脚丫，却有着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能量。只要按摩它的穴道，就可以触发脚丫的宇宙力量，立刻就能实现一个愿望。但其实知道这个穴道确切位置的人只有我，我是天才寻宝少女兼脚底按摩学徒胡美丽。美丽，你也大学毕业了，不要再去相信这些来路不明的鬼东西。什么怪人写的东西，莫名其妙。我想地克写的幻想文都比这个真实。爷爷，等我，我现在就要打包去古埃及找那个盖亚脚丫，等我找到，哇，找到了！啊！爷爷，我们将许不完的愿望可以许了，等到青春换大房子、以太币、真的等等。美丽 ，What the heck？ 傻眼，你被诈骗了！诈骗，再大的使用品牌都可能刊登诈骗，价格明显低于市价，鬼才相信。诈骗只有5星评价，鬼才相信。诈骗别轻易相信，7天鉴赏期，一上钩就封锁，鬼才回你。小心一夜市，让你一夜市。